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啊！别害怕，义父，别骂都使了。孩子们闹着玩，不打紧的。我看这孩子挺聪明的，我想把我的闺女许配给他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那有什么不好的？索性咱们亲上加亲，好，把我的大孙女许给你的儿子，舒适吧？啊，多谢义父。三魁兄弟，咱们可是亲家了。嗯。郭靖，傻孩子，伤着没有？啊！哎，傻小子，吓得不会说话了啊？爹，哦，把你吓着了吧？郭靖啊，你这孩子又勇敢又讲义气，很好。这般奋不顾身的去救人，就是大人也是难能可贵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要命的去救华筝呢？妈，妈，妈要踩人的。大汗，刘威师父武艺高超，多亏你们救了我的儿子。我看呐，你们就留在这里教孩子武功，你们要多少银子啊？我们正要找个安身之处教孩子武艺呢，大汗肯收留我们，正是求之不得呢。请大汗随便赏赐，我们哪敢争多论少啊！不二货，在后赏几位师傅皮毛黄金，待我们回到营地之后，拨几间最大的帐篷给他们住。是，多谢大汗。这小子，是啊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啊！娘，哎，娘，亲哥回来了，娘。娘，他们是我六位师傅啊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各位师傅辛苦了，随我到家中再说吧。走。各位师傅请进吧，请，请。请。啊，郭靖啊，你先出去，我们跟你娘有话说。来，出去吧。哎，郭义士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只是听丘处机道长说，你是忠良之后仁义爱国，险遭奸人杀害，我们痛心万分。我们兄弟七人，受丘道长所托，在大漠中跋涉六年，终于寻到了后人和家眷。我们江南七怪必教这孩子一身武功，为你报仇雪恨。你若地下有知，当可安心啊。感谢六位师父的大恩大德，魏王人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了。哎，嫂子。说话呢，郭靖，你把杜氏打一顿，我嫁给你。啊，杨家弟媳还一直没有消息？没有。以邱道长的武功，足以找到他们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那我先替杨家弟媳谢谢你们了。不必客气。嗯，大哥，咱们这就去教他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哎。打基础的功夫，我看先学金龙鞭法，下盘结实才好。先学兵刃，再练拳脚，岂非是舍本逐末？
我看呢，我先教他一套分筋错骨法，短兵相接，一招制敌啊。我赞同二哥，先学拳脚，不过在学拳脚之前呢，先学一些轻功，腾挪闪跃，先保自身。都错了，都错了。你们想啊，我这一拳出去，就算招式再妙，只有十斤之力，十拳才100斤，敌人一拳千斤，你就输了。要我说啊，还是先学内功来得扎实啊。杨家枪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老四说的对啊，杨家那孩子学的可是杨家枪，你把你那套枪法传授给郭靖，我就不信呼延枪法比不上杨家枪法。哎呀，哎哎，你看看他，傻小子，你给我起来，扎稳点儿。好了好了，咱们把青龙白虎都压上，从我开始，每天12个时辰，咱们每人教他2个时辰。嗯，是是是啊。哎。呼延枪法是马上大将军用的，有前辈高人将此转成武功，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要捂得密不透风，一旦敌人的枪进来你就死定了。枪乃百兵之祖，要求身形凝重，招大力狠。我现在教你抖枪花，泼水。枪头不得动大臂，画出圆来，明白吧？拿水来。来了。放下吧。气运丹田，能力双臂。练吧。人的骨节啊，跟牛羊一样，分筋错骨手就是把骨节脱了位，像这样一扭一拧，这样呢敌人就没办法进攻你了，明白吗？来试试。哎，让你在人身上试，谁让你这么试了？你呀你呀，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孩子。多谢二师父夸奖。嗯。小子，我先教你第一招，基本功，甩鞭，闪开。好，好，打吧，打前面这块石头。哦。
师傅，我在练。练个屁！给我去那边扎马步去。哦。静儿，我不打你，你听我讲，你要好好练功，别让师父们着急。你看这越女剑法，要旨在纵高扶低，这套越女剑相传是当年凌元所创，所以灵劲儿是不可缺少的。我先教你挽剑花。哎，嗨，哎，呀，哎，哈，哎，嗨，呀，来吧。季师傅，你还是打我吧。石头过不去呀、啊！算了，华筝，别打扰我安达练功了，咱们走吧。走，走，走，驾。呀，嘿，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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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嘿，嘿，嘿，呀，嘿，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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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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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！啊呀！啊啊！哎呦！啊！哎，孩子还小，别打！完了完了，江南七怪的威风啊，全都折在这个笨蛋徒弟手里了。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打这个笨蛋一耳光。等一等，嗯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你也替我打他一耳光。好。小子，不许你再笨了。刚才这两个耳光，一个是我的，还有一个是大师傅让我替他打的。哎呀，歇会儿吧，你们看谁来了。啊，几位师傅辛苦了，我们家刚杀了一只羊，给你们送点烤肉来。多谢多谢。这静儿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？让几位师傅操心了吧，这孩子从小就笨着呢。还好还好啊。娘，我挺好的。大嫂，我们正忙着教呢，您先回吧。啊，好吧，把这肉给你们。哎，谢谢大嫂。哎呀，不用谢，我送你走吧。来。刚才我也是替你娘打你，再不去奔了，听见没有？去那边站马步去。空空之术，去三师傅的怀里掏点东西出来，不许弄醒他。还不快去！哎呀，你快点啊！哎，哎呀，真是够笨的！快快快，快点，轻点！干什么？哎呀，傻小子！你有十只手啊，都被别人剁下来了。哎呦，真笨！哎呦，哎呀，
打赢的机会啊，那是百不得已，百不得已啊。哎，丘处机要找到杨家娘子，最多只有八成的机会。嗯，咱们眼下已经赢得二分的利息了。哎，杨家娘子生的或许是个女儿，生儿子的机会只有一半。嗯，咱们又赚了四分。好，又赚四分。哎，若是儿子呢，说不定早生天花养活不大，咱们又赚了一分。就算是养不大了，说不定比静儿还笨呢。哎，你见过比静儿还笨的人吗？就算和静儿一般笨，咱们也赚一分呢。所以啊，咱们有八成的赢面，八成啊。静儿，快上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静儿，别怕，满三个剑花就可以了。哦。师傅骂了吧？哼，谁说的？我在练功呢。什么练功？是挨揍。我在树林里啊，看了你一个上午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什么看？我就喜欢看你挨揍，谁让你对我凶啊？见了六位师傅就像温猫一样。哼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帮你打蚊子啊！草原上的蚊子专盯大蠢牛笨蛋。华珍。你还是自己玩去吧，我要练功呢。傅寒叫我嫁给那个都市，我恨死他了。你从不关心我。我。谁说的？那个都市上次差点害死咱们，可是我也没办法说服你父王啊。你又干什么？闻闻你身上的味儿啊。什么味儿啊？蠢牛味儿啊。嘿嘿，草原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大蠢牛了。走开，闪开，你放开我。救我，救我。干什么？华筝公主，大汗叫你。干什么？王汉大汗的使者到了。我不去。你去吧，你不去大汗会生气的。华筝，你还是快去吧。国靖，国靖，师傅，徒儿练了半天，
还是只能挽三个剑花。嗯，郭靖，快出来。是你叫我，什么事啊？你叫郭靖，是吗？我是啊。哎呦！我，你干嘛打我？师父，你是谁？弟子是全真教长春真人门下弟子尹志平，客奉师尊长春子邱真人之命，谨向江南七侠各位师父问好。这是家师给各位师父的信。我们尽张礼说。是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家师接到了柯大侠和朱二侠的亲笔书函，知道各位师父这些年来含辛茹苦，所以特命弟子前来向各位师父拜谢。我还以为你师父是个大忙人呢，托人传了几次书信，皆杳无音信。全真教弟子丘处机稽首，仅拜上江南七侠尊前，江南一别时有六载，七侠千金一诺，监关万里，云天高义，海内同亲，时与不时皆相顾击掌而言，曰不亦古人人侠之风复见于今日也。张公先师漠北，尤令人扼腕长叹，幸有一事，杨君子嗣亦于九年前访得矣。好，二载之后，江南花盛草长，当与诸公置酒高会于醉仙楼头也。人生如路，大梦一十六年，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也。丘处机拜上。这还真是丘处机的笔迹啊。那个姓杨的孩子是个男的，叫杨康。正是。他是你的师弟？不，是我师兄。杨师兄比弟子早入门两年。你刚才跟他过招，是想试试他的本事来着？弟子不敢。你回去跟你师父说，江南七怪虽然不济，醉仙楼之会也绝不失约。你让你师父放心，我们就不再给他写信了。那弟子告辞了。你爱翻跟头是吧？那就再翻一个吧。师父好厉害啊。小道士无礼，大哥教训得好。嗯，打不过也得打。四哥说的是，咱们七个人结义以来同闯江湖，不知经过多少艰险，从来还没退缩过。嗯，回去睡吧。哎，明天咱们还得加把劲儿啊。哎，那徒儿先去睡了，告辞了诸位师父。睡吧。哎呀，不去了。我怎么就那么笨呢？去不去啊，你要不去别理我了。
华筝。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呢，还是白雕打胜。哎，你是说悬崖顶上那对白雕吗？对呀。驾！驾！驾！飞的，地下走的，不相干。再斗下去，黑雕虽多，也是难赢，须得用计。好兵法，欲擒之，故纵之，这是很高明的兵法，你们要记住了。是，傅寒。傅寒，快射呀！是，拿我的弓箭来。可惜我没带弓箭。郭靖，郭靖，郭靖，给你，你来。好，跑起来，我去了，射他的几下。这剑法好得很呐，是哲别师傅教的。师傅是哲别，徒弟也是哲别啊。哎，哦，大汗，郭靖把双雕献给大汗。郭靖，为何献雕给我呢？是华筝，是华筝让我献的。傅寒，你说射中者有奖，我安达一箭双雕啊，你赏他什么？赏什么都行，你要什么？大汗对我和我娘都很好，我们家什么都有，不用了。你这孩子倒有孝心呀，不用怕，要什么说。哦，大汗，大汗，郭靖不想为自己求什么，郭靖想替别人求一件事儿。什么？王翰的孙子都使又饿又坏，华筝要是嫁给他一定会吃苦的，我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都使了。这是孩子话，那怎么成呢？好吧，我赏你一件宝物。哦，这是我的金刀，你拿着它替我杀敌。谢大汗。叫叫叫
还给你。刚才你求我复韩，别让我嫁给都市，为什么？都市那个人很坏，他会打你的。他要打我，你来帮我。那怎么成啊？总之，你别嫁给他就是了。那如果我不嫁给他的话，嫁给谁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 可敬，可敬。那两头小白雕死了爹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除非有人长了翅膀飞上去，才能救他们。这位大叔，您是从远道来的吧？华珍，你带大叔去我们家喝茶吧。 我还要练剑呢，不必多礼，你练你的。可是我师父说不让别人看到。哼，就照你刚才那般练法，再练100年也没有用。嘿，你要看清楚。 雕十分可敬，他的后代不可不救。 你们二位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今天上崖捉雕之事跟任何人不得提起。好，我不说就是，啊，小雕一定是饿了，我这就去喂他们。哎，郭靖，咱们俩一人一只，我替你养着。驾！喂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 你不能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哦不不不不，我。你向我磕那么多头干什么？我蠢得很，练功夫总是不行，惹得师父生气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我。 我拼命练功，可怎么也练不成，说什么也不行。要我指出一条明路来是吗？啊，好，今天半夜我在崖顶等你，不许跟任何人说起。啊。 我上不去啊。 哎！
华珍，华珍，郭靖，华珍，我在这儿呢。郭靖，我不行了，救命啊！我不行了啊！把绳索缚在腰上。好。我绑好了，快拉呀！不必多礼。躺在那块大石上睡吧。这好冷啊。好吧。如此睡觉何须我教呢？我教你四句话，你要牢牢记住。好啊。思定则忘情，体虚则气运，心死则神活，阴盛则阳消。思试着闭目。哦。脑中空明，呼。吸，呼，吸，热气从丹田中出来，一吐一吸，热气越吐越多，四肢燥热，如在火盆中烤。热气蒸腾，丹田中空荡荡无一物，寒风刺入，寒气从底门入，至颈中，至上身，至两臂，下贯丹田，直至脚底。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，从此相依相随。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
所谓。来日风雨中有没有伤？